嘿，大家好，我是醒猴。嘿，大家好，我是陈浩。这一场呢，哦，因为这个在进入游戏的时候啊，哦，我这个行动比较慢，就突然游戏就宕掉了。然后呢，结果就不小心选到，因为勇是我玩的场次最高的嘛，所以就没选角色。啊，队友呢可能以为我要选打野吧，所以都没人选打野。啊，最后呢就发现，哎，好，完蛋，那就我来打野吧。整队啊，整队都没打野啊，傻眼。不过没关系，哦，这一场我们告诉你，哦，怎么样带闪现打野也可以很凶猛，哦，因为勇呢，哦，如果带制裁的话，就是勇比较令人诟病，就是他的位移技能嘛，那很棒。下来这边什么东西都没有，都没吃到任何东西。这边我们就用普攻去点他就好，那很可惜，好，那个对方的超人是跑掉了，那我们的波顿呢是直接倒地。那我们下来把这一波兵线洗掉之后，应该可以来到四等。那既然我们不出代攻，第一件直接上圣剑了。那我先上两个小技巧，先上两个暴击手套，然后上完之后就上攻速鞋，因为毕竟我们这个要打野，所以还是需要攻速的。这边快速吃掉古龙哦。那因为我们整队都没有带制裁的关系，哦，看到对方的瑞克直接过来，哇，这可惜这个大招被对方的瑞克躲掉。那我们看到对方金娜有靠过来，交一个闪现过墙，哦。那这时候呢，对方有三只在下面，所以魔龙其实蛮安全的，不用太怕，不用害怕。那这边朝对方的这个野区那边射一箭，因为刚刚看到对方瑞克残血，哦，所以想说看能不能捡个助攻，捡个人头这样。好，那这边的话，我们就再回来把自己家的兵线，把自己家野怪给吃掉。那现在这个版本呢，野怪的经济就够少，再加上如果没打野攻的话，哦，这个会少 20% 的经济，其实蛮亏的。这时候呢，队友在吃魔龙，哦，但我想说算了，我先吃这些小野怪好了。那这时候因为我们毕竟没有制裁，所以还是比较主动开魔龙，就守就好。好，那这边的话来到上路哦，我们在这里等看到对方的骇牙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四个人集结在这里，那我觉得是可以吃魔龙的，所以我们就迅速吃。那这里呢，勇要吃魔龙的技巧就是大招，它可以扣1000滴的血量，所以血剩1000滴以下的时候马上丢大招。这边呢，金娜他们完全伤不到我们了。那最后对方的打野也嗝屁了，那骇牙在上路无所事事了，他一定会被他队友骂死，因为他队友一次死三个人，然后他在上路闲晃。好，那这边的话呢，来看一下，这个我们这一波呢，因为我们双射手嘛，对，那只要呢骇牙呢，哦，把他逼退，那就可以很成功的把上塔拆掉。那虽然说凯撒路呢在前面是会有这个防御会提高，不过面对双射手来讲很难呐，啊，哦，真的，面对双射手来讲，你再怎么高啊，还是可以直接拔掉的，哦，别害怕。好，那这边的话呢，我们呢看到对方的超轮靠过来，我们野区闲晃啊，因为我现在没有这个制裁啊，所以很容易会被对方抢走野怪，所以一样要善用大招啊。那因为刚刚鱼人已经帮我卡一个位置，所以我也不用急着用大招去吃那最后一千滴以下。好，那这边先出一个闪电戟，然后先上两个暴击手套。好，那我们本身的奥义呢是有一点点吸血啦，8%而已吧。还是我带是有一点点吸血，就是夺萃带5颗，精灵带5颗。好，那所以呢，我们只能靠着吃古龙哦，来吃古龙来做一个回血。那这边的话，为什么突然不吃？是因为想说队友是要打起来，这边定到对方的金娜啊，金娜没死。那看来这一波很凶，先交一个闪现大招瞄过去哦，对方的超人在草丛，但血量还算蛮多的，所以没死。那这边我们损失了一个队友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们这边跟队友扣集合说，可以来这里，看到对方的奎伦，那他血量剩直接被打到剩一半，这时候金娜直接猫上来，奎伦也跟着过来，那一来的时候直接两个人哦都被我大招给打到，那直接蒸发掉。好，那我们这边的话呢，因为血量太少，所以我不去打，这边看到对方骇牙冲出来，完了，直接被对方骇牙给抓死，很可惜，刚刚那个在中路那一波啊。哦，贪心啊，贪图那波兵线。那你可以看到，我先出一个血锤哦。这一次的装备啊，哦，比较乱跳一点，因为我们还是需要一些功能型装备啊。哦，需要一些功能型装备。那闪电戟呢，可以提供跑速，哦，又可以提供这个额外的伤害，哦，还有攻速也不错。所以呢，对勇来讲，哦，我们现在走这台位来讲，其实还蛮需要的。那再來我们现在呢，看一下这个中外塔已经先被拔掉，我们没事的时候就在旁边哦点一下被动，那金娜直接嗝屁，有没有？我们点完被动直接走出来，就让金娜直接倒掉。那我现在是有红 buff， 所以我也不太怕超人。
但我们要小心的地方就是对方的这个奎伦冲出来的位置啊。好，这没事，先点个被动，然后出来，看一下有没有大招直接收回去。好，他跑掉，没关系，我们现在先把中塔拆掉。这个中塔呢，我们的手其实蛮长的、哦。那对方的超人在那边守，那看到对方亥牙也过来真的防守，我这边一个一技能定到之后，直接拉掉。哦，中路这一波可惜了，可惜我们队友直接倒下去了。因为刚刚我已经看到他们从其他地方包夹过来了，所以势必得走啊。你待在那边的话就一定得死，你知道吗？就完全不能待在那边啊。好啊，这边我们就来吃个这个蓝 buff， 来看一下上路那边，好，上路那边有没有问题？这边下一件装呢，圣剑出来的时候出一个破阵了。毕竟我们打奎伦啊这种很脆的角色，还有亥牙，基本上不会出防装啊，所以抓到基本上就可以让他死了。那亥牙交了一个位移技能之后就跑掉了，这时候马上再抠吃这个魔龙。那勇吃野猪其实蛮快的，那大家记得善用这个二技能的圈圈啊，尽量把它打在野怪里面。来这边的话呢，我们稍微看一下，我跟着鱼人走，因为我们这个对方会隐形嘛，那其实如果你看到奎伦你没有抓到他的话，基本上你很容易会嗝屁，所以像我们这种双射手啊，你一定要更小心，因为奎伦可以抓的人就更多了。哦，你看这个对方瑞克在草丛里，吓死，直接这样偷我的东西啊，那大招直接给他飙了，就他好哇，他一解控之后马上丢了这个免控免这个绝对防御啊，害我们没打到那几下技能，不然的话他应该会超痛的。这时候看到奎伦，哇，金娜抓到我的位置，虽然定身定到，但是很可惜还是被收掉了。好，这时候呢看到对方的瑞克呢在古龙那边哦，那我先拿掉红 buff， 那看一下，这个瑞克应该跑到中路去，所以我们马上就来把这个古龙拿掉，吃的速度也是相当快，几乎每一下都暴击。那我们现在呢一个人在清兵线呢、啊、鱼人回去了，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一只兵的胃完全不吃哦，因为我真的蛮怕死掉，那直接用大招收掉那一只兵啊、哦、回离开这个犯罪现场。那下一件装呢我们直接出这个嗜血弓啊，因为毕竟还有暴击然后又有吸血哦，对于勇来讲呢是相当不错的。好，来那这边的话队友准备要打起来，我们把自己的位置先站好哦，尽量也不要跟书站在一起，因为这个都脆皮嘛啊，如果被刷的话就会很惨。他就用大招呢去抓一下对方的位置。那在新的版本当中呢，勇的大招只有被改长 CD 一下而已，但无伤大雅，他的伤害呢还是一样相当恐怖，相当惊人啊，好不好？而他的这个造型真的是超帅哦，超帅！这个超人基本上会死去。那超人在这个我们这整个阵容当中啊，最主要的控场就是单控啊，就是韦拉，那再就是伯顿，然后还有鱼人，所以我们基本上是二保三啊，这个阵容还算可以的。那我这边这个位置是自己不小心的，这是真的不小心，因为太出来了啊。我们本来是想说去点塔，但刚好被对方抓个正着。那这边、有事没事路过，就刚好看到瑞克躲在草丛，就直接把他收掉。那像这样的一个，你看其实我们没有带制裁啊，但打到后期来讲，其实完全没什么差别、啊。我们只要把这阵容能够拖到后期就 OK， 因为我们没带制裁，但对方前期也没有强行入野，但又我们有很好保牌能力的伯顿跟鱼人啊，所以对方也应该试想就是要过来弄我们啊，其实也是蛮难的。好，你看只要一过来，然后维拉在旁边，鱼人伯顿什么一起撞来撞去，这会死很惨，这很难打。那这边对方死了两只哦，我们还有双射手，那拆塔一定是非常非常容易跟迅速的啊、哦，没问题的。好，那这边的话呢，我们再拆一座，最后一座我们试看看能不能拆，看一下有没有人要过来搞我们。金娜大招搅了起来，我这一技能定到之后，看到奎伦的影子马上闪现搅另一边，就看到瑞克从另一边进场。我这边嗜血弓搅了起来之后，硬是的收掉。哦，太棒了！这一波有没有展现嗜血弓的一个价值啊？哦，就算这么近距离的直接冲过来杀我们，但是我们队友还是被杀的乱七八糟。哦，那这边的话呢，往上路射呢，看我也不知道什么要往上路射，我忘了。好，这边看到对方的亥牙在中路啊，然后临走前呢，我又看到蓝 buff， 那对方的亥牙其实知道我在这边，你有看到他靠过来了，我先射到蓝 buff 之后呢，普攻一下、两下、三下，直接嗝屁。哦，连这个普攻的被动都不用丢出来，有没有看到？就是他就是这么薄啊。哦，你看我们出这个
还好出破阵啊，直接射掉，因为他们不可能出攻击装，你防御装，你知道吗？好，所以我们很容易的就可以收掉对方的人头。好，那这边的话呢，我们来把这个魔龙开坛能不能拿掉？赫然发现血量不多，还是比较好，而且对方都复活了，那我就上路把兵线清掉，哦，这样比较 OK 一点。那这时候队友呢也慢慢靠过来，那可以吃龙吗？你觉得他们要吃龙吗？我今天想说看队友是不是要吃龙，扣个集合，因为对方现在是只有一只嗝屁啊，哦，但看到中路跟下路各一只，所以这时候吃龙其实是 OK 的。那只要拿到黑暗之势，而对方就很难杀得动我们，而且我现在又有冰跑，就更难杀了。哦，好，这个闪电戟呢，最后呢，因为闪电戟，其实伤害也不够高，所以在最后他前面出 CP 值很低，是因为他便宜，但是后面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尽量买比较贵的装备出来。哦，这边金娜你看，才打他那么一下而已，哦，血量就剩下三分之一，这边再打一下，好，哦，好，那这边大招稍微瞄一下，是从后面捡了一下，那突然间呢，啊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，哦，手突然滑了一下，我，哦，按了一下精美的这个主动技能，所以我现在呢没有嗜血功了，完了完了，好不，现在我在看有点傻眼。好，我这边把这个闪电戟换成飓风双刀，哦，这边金娜靠过来，我的暴击很凶猛啊，大招直接射掉啊。那这时候超人又要进场，从旁边推过来，马上蒸发。这时候又看到对方的奎伦杀过来，跟弗洛伦一起，不是弗洛伦，是这个瑞克一起，哇，成功的哦，在这一波这么惊险，你看，哦，非常惊人的宝牌啊，哦，伯顿再加上鱼人，哦，这个很宝，啊，完全碰不到我们，我们只要把位置拉开一点，哦，就好。那你看对方一直想要从后续的动作做一些小动作插进来插进来，但最后呢，哦，虽然我们都站在一起，但是毕竟我们人比较多，伤害又高，哦，所以呢他们完全受不了，哦，我们也不管他受得了受不了，就直接收掉。好了，那今天这一部影片到此结束，如果喜欢影片订阅一下 YouTube 频道，可以到 Facebook 按赞 Instagram 帮我追踪一下，那我们就下一部影片再见面咯， See you guys， 拜拜。